没有时间了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 A summoner 给你 has 弹个吉他吧。怎么这吉他干弹不出声是怎么回事呢？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这是贝斯啊，没插电。好吧，没插电。抽一下，我忘了，再抽一下，是为你准备的。内圈走，平 A 接扣，破打了。他征服者，点一下不灭，抽一下，前期耗血，我们完胜。抽一下，一下呀，这个 E 确实很难中哎，我发现。抽一下，平 A。平 A， 你的终点将至。没一中，哎，这波其实是一波机会。拔不了 A。E 减盐 Q 平 A， 我那有小蓝林汉，进草丛来。是神圣亦或亵渎？哎，咬死了！哇，小蓝林汉们 ，Q 一下回血。你以为你能打得死我？其实你确实能打得死我，给我 Q 死他。被生命之泪复活了。嗯，算了，针眼不买了。受折磨的灵魂们在一直哀鸣不已。拿一补一手车吧，这波不是那么很好打，我没有小鬼，我们持续伤害不够。你不想加入他们，共斗无法无计。内圈扣一下，我感觉这把木魂银啊要起飞，兄弟们。啊，我感觉这把木魂银要起飞。死亡吧，欢迎回来，你不会在这儿待太久的。先打他个爆破。一下，蓝林汉，给我上小蓝林汉，咬他！不是血怒降智商，刚才就是一波博弈，知道吧？
他刚才必须预判到我要近身躲他 Q， 否则他就会死。他有两种选择，一是直接 Q 我，二是直接 Q 往回拉一手。 Nice。 如果他往回拉，我一直往前跑，他就 Q 不着。如果他往回拉，我进内圈 Q， 我往前跑，那么我就会死。这就是一波博弈。先 E 一下框住 Q 一下平 A 减盐，再 A 再 A。你个 Q， 你往后撤啥呀？一下 Q 一下，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为什么往后移呀？你他娘的骗了我个点炎。一击触碰就会腐烂纠缠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就往他脸上穿，他又能怎么样？老婆来了，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光柱 E A Q， 这波死了。这波死了，E没E到，这波E要E到了还行。哎，这木魂人这个E技能也太难中了，我天！这英雄E有这么难中吗？好难中哦，这个E呀！我就感觉没有几个技能比他的E难中，这怎么E？哎呦我操，这个E技能是真难中。我E了好几下，我就感觉这E呀，太难中。他的E仿佛就只有这么一点点距离，空间特别小。你看，降智商了呀，老弟。Q A E。啊，是我一个扁铲。真的好难中啊！谁能教教我这E怎么中？根本E不到人啊！看来这个事儿得去问小 C 了。醒来，你有新的任务，向江湖之人致意。框住E。那现在又有一个问题，框不住人怎么办？我还不信E不着了呢。框住，1400块钱 Q。这转变来得如此之快。一，自命点炎，框住开。这些岛屿的死人们，起来惩罚。打个眼来，跟他晃，跟他绕圈儿。还有用。哎呀哎呀！开大 A E A Q 来，你闪个屁呀！哎呦，我这不直接给他拆没了？走，不拆了，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，快点的，听话啊！这外面可不好啊，你穿的这么暴露，我们赶紧回家，万一有鬼。
就不好了。来个部件还。实体世界，它阅读着生命，就和你。先来个红宝石吧。我们会获胜的，我们还有来世。我看这直接一能一走，哎呀，嗯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可吓死个人了。你要干啥呀？你要死啊？那我就成全你吧，那就。你这这异技能太难中了，谁来救救我？我想把这异给他撇了。跟我猜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不要智能释放。咱先来个反甲吧。嗯，反甲出完，咱再来个板甲。给个红吧，我打穿一路。啊，小兄弟，我的兄弟。嗯，致命减盐。嗯，这螳螂哪来的？耶，天杀奔儿，寒冰给我刮痧。哎，大小龙。微博扣。我无法把他们都埋葬，我需要你的精华。跟我走，把下路拆了啊！听话啊！E的落点离敌人远点就好动了，是这么个意思啊？啊，明白了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没？没明白。啊！我们出点啥呢？这来个板甲怎么样？我不得，我来个死亡之舞吧。上一个木魂人出了死亡之舞，还挺狠的，我也来一个。走，跟我去下路，快点的。你听见没有啊？
管不了你了是吧？快点的。还有什么地狱能糟糕的过这处荒境吗？哪里来的芬女儿？我们先吃个小药，一下，好，易中了，好大，框住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一下致命点燃，给我打！框住拍，打人还挺疼，啊，打人还挺疼！哎呦，我这寒冰行啊！这寒冰给我打的，我这疼死了我！你俩两个人怎么打我六个人？那我可拆了，我跟你说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，我必须压下去，自掘坟墓。自掘坟墓的，明白没？跟我回家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咱先来个死亡之舞吧。出个振奋，再出一个本奖。他一个大招这么久，你不死一直有。打个红去，上哪去啊？打个红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就这 BGM 好像都变成阴间的了？说生命宛如瞬间，生命就是咒，听见没有？阴间 BGM。这嚣张啊！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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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！这不对，这不对，快回来！啊！完了，死了！这螳螂怎么回事？嗯？跑得挺快呀！萦绕于你的不洁印记，我要带这些灵魂前往他们。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，看到没有？先把小龙打了。这螳螂是真是不怕死，送吧，那就。我看你抢这一条龙能有什么用？你的残骸有用处。你不在战境之列。我得多整几个坟墓了。小蓝莲汉不够了。干哈呢？他这是啥意思啊？你不想加入他们吗？人世之间的片刻休息。肯 Q 摁了两次就能控制老婆，我不知道。那我确实不知道，这已经改了。我就想知道知道到底谁敢来现在。他们找的就是你，他们曾经称这些
你说的那是没改版之前的木魂人能控制，现在是控制不了的，知道吧？感受他的拉扯吧，光柱，永恒之环，怕啥呀这？这是要干啥呀这？没完了是吧？啊？干啥呀这？干啥？干啥？干啥？啊！操他妈的！你家都没了还追？纯精神病。来个振奋呢，其实不太用来个振奋，因为他们家阿卡丽也不打我，没啥 AP 需求，其实团灭了活该，硬杀我呀，杀我干啥呀？拍吧，拍一下子，一 W， 嗯，这分女儿，刮吧你就啊，刮来刮，刮呀，还刮呢，还 A 呢，挺能 A 呀，挺。哎呦我这小法师这么秀吗？一闪接平 A 掉基地，我开竞猜故意送，我送咋的呀？我送咋的了？我送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我是让你输了还是怎么回事？